我们的车变这样子了，哇塞！啊，我看你那边的门。好啦，今天1月22号，小尊的。天气正在下雪，然后气象报告说今天有风有雪，我们今天大概要开250公里抵达富良野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咯。出发，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，然后我们准备出发前往富良野。GO! GO! 我们自己将出发。哎，今天是本次行程的最大挑战。不过刚好消息是高速公路现在目前没有封路，现在早上10点，预计顺利的话12点会抵达，那中间可能会停留一个休息站。咱们已经到了，好，上高速公路了。你看那个休息站的外观看起来很像童话小镇哎。对啊，就是长这样。我在想说，太美了。而且这里，这个算是这条高速公路我们这段路，比较大型的休息站，所以我们就来逛逛吧。这个叫做沙川休息站 ，Hokkaido， 2024年1月22日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沙川休息站。耶耶。那还有北极熊，它都是塑胶眼睛。那我们在别的地方找。这个不是塑胶眼睛。Yes. OK. 这边都是龙猫的宫崎骏的东西哦，好可爱。是宫崎骏的。哦。那是哈密瓜熊，这是哈密瓜熊，玉米熊，北极熊，对，那、啊、这是什么熊？这是娃娃，螃蟹熊，兔兔熊，哎、欸，对，螃蟹熊，还是草莓熊，粉红熊，这个是，它的脚底要写我爱北海道，螃蟹，我爱北海道。你都不要。哥哥要这个，哥哥要这一只吗？好啊，好哦。我现在给你。哥哥，你要吃那个吗？阿姨宝要吃这个牛肉的爸爸。好吃吗？我在吃皮而已。还没有吃到牛肉。皮很痛，那你那个皮给爸爸看一下，还蛮厚的哈、哦，不会起孔的，会啦、哦，是这样子哦，你也太友好了吧，小气，那因为我是唯一性格。帮我拍照，这样子你会挡到吗？不会。你的头、眼睫毛都是那个。来。咦。嘿嘿嘿，下雪咯，我准备要
交流道，准备去森林精灵露台。在600公尺处，靠左下交流道。靠左下交流道。这是什么？雪中精灵哦，你放错边了。嗯。可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有一个刚吃饱，现在又在补充体力的小孩。嗯，应该是什么？小龙龙，妹妹，你要不要跟小龙龙拍一张照？姐姐好吵。妹妹，成功。啊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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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啦，这里啦。胖丫丫，好玩的不错。今天好多人哦。今天都是韩国人哎，好多。OK， 来叫，来叫 ，OK，Thank you， 成功，Thank you。Yeah.
Thank you. Okay. Oh, thank you. 一样。那你好，开灯了。哦，有四双拖鞋。哇，有吃的！怎么夸张啊？就是一间榻榻米床啊。雪，你看这有一台重机，后面有两个轮子，这是以前的。他们这里有卖店欸，味噌哦，味噌，看来是塑胶眼镜的吧？对啊，跟那个，哎，哥哥，你的更贵嘞，你的那么小只。到三吗 ？OK，Thank you。哥哥，要给这里。哦，准备好了。哇哦！你看外面好漂亮哦。可爱。我们的菜单长这样。好。Wi-Fi number. Okay. Thank you. Lavender. Lavender. Okay. Thank you. Hey, arigatou gozaimasu. 回上下有够不注意。还有香葱饭，这是饭，真的、哦？嗯。哇哦！爸爸怕不怕？汤耶。嗯。你们吃得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这个什么？可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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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给你自己煮东西的乐趣是不是很开心？对。吃吃看菜哦。在台湾都没有办法。哎呦，喷到了！太熟了。可以啊。好了，我煎的都煎完了，这个再煎一下。我要买。我在考虑我要这一个还是这一个，我要晚上睡觉的。哦。噔噔，看看长怎样？哇哦，床铺好了。哇，太开心，太感动了。我想说隔壁而已啊，我不知道风那么大。好，得救得救！太夸张了吧，这什么东东？这什么真夸收藏，还有这么大的地方？
好，好，拿篮子，哎，哥哥，不是这样推的啊，拜托。也可以哎，这颗580日币的苹果，超便宜，而且很大颗哎，含税626了。哦，要吗？要。好，那就买吧。爱吃水果的。好大的卖场，我是到那边，到那边最底，差不多有50公尺哦。啊，那边最底大概有50公尺哦，然后还有那边。另外一个卖场要修，应该是不良语，就是这边最大的的大卖场了，都很大颗，因为你走开，前一个比较多的，对啊，都好大颗哦，你走开，这个是马吉耶。大家不能直接吃，生乳100%使用这个好不好？这也是生乳100%使用，然后你要写看它写成分，这个加成分无调整后，对，哦，成分无调整的哈，哦，来，别接来，哥哥来，撸来，撸来，没有这个带回去，如果我还以为是今天晚上要吃，今晚上要吃啊，哦，吃得完吗？可以啊，吃得完。超市随便买，买了快5000块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不知道，可以。哇，那风吹雪，好好恐怖哦！哇哦！好走。风吹雪，哦，这个比刚刚还要大哎！饭店到了，啊，哦，到了，哥哥你在干嘛？你手都伸到里面去了，耶！吃宵夜时间，苹果好吃吗？超好吃，你看这个蜜，中间那个不是烂掉，那个是蜜哦，苹果蜜，嗯，四颗才，含税才600多块日币。咱不养鱼，看一下，哇，白茫茫一片，拢无物件。够用，再扛起来。那这样子，然后它等一下会一道一道的上。纳豆。嗯。海苔，应该是咖啡，咖啡没有错。牛奶。这里有几箱。不是这样子啊，拿两张。哦，可以。爸比，我可以沾这个酱吗？可以啊。我猜早餐就是这样。这样也不错啦。哇，好香！加在饭里应该也很好吃。加在沙拉里面。太多了，玉米浓汤了。今天早上8:51，今天的天气不太妙哎，我看一下，现在外面是-3.7度，然后下雪中，到一个注意的，他说有风雪有大雪，所以今天幸好昨天最远的路都已经过了，那今天只要走平面道路就好了，
边开边走边玩，然后我们就到旭川去。要带一次吗？